是在哪里了啦？我去白马那边煮包嘛。帮菜几百的好了，最多拿点暖去喽。这紧张不了吗？我煮包嘛，白面煮包嘛。倒啊！你倒了？嗯。你过一会再。我白做的，我干的半啊。我的半在干啥呢？你不在干啥？就干那么呢？但是嘛，我没跟你，我看过你呢。干嘛呢？我去干活。那干嘛？我要过开工嘛。那是。是。我的电话就是号。已经拆啊。已经拆了，你们家已经拆了。跟他洗狗跟他洗狗我打不着东西。我走过。想不到呢。我背着嘛，我妈妈陪你吃土。你呢？你干嘛？你往里丢了捏呢？阿妹，丢呗。Oh, I know.
到了古德，那你去干了啊？喂，你搞什么意思呐？我你破天，我你搞给你，根本你靠个笨呢呐！不用眼光啦，用眼了嘛？喂，就按不着。你去干。干个老猫嘞，我还给你干了，老板。中国街搞得闹得闹搞得闹呐你闹一闹街我也不会搞了嘛去干嘞去没本事过嘞那什么呢在中国街这个在上闹街我给闹街搞得好闹了嘛啊那就我去那天那就我领导说嘛你过去干嘞老总那说这么快我要到那多多呢，就成了。你老回家干嘛呀？来呐。